就是像这边，尤其是尾巴的地方啦，下面蟑螂比较多，还有上面这一块。Ground nut。先帮你敷，它这个敷的话，就是可以先帮你皮肤稍微做点保护。是，这个是做之前的，要先修护一下。哦。因为如果太干的话，直接做蜜蜡的话，比较容易脱皮。哦，对对对。可能会上在你待会需要。然后加热它会融化，日本的，对，它是完全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的。哦，对，对对，会把就是一些比较很对对汗毛都可以拔起来。有些比较细的毛可能拍不到。不好拍，光就有点反光的拍。有些比较粗的，可能没有办法的地方，我们再用拔的。对，它是连根拔起。哦。不一定，三四周吧。哦，对啊，它就是跟一个那个毛发的生长期，照边边的位置，我们再细修。修护的精油。可以稍微冷却，然后收缩毛细孔，镇静一下皮肤，也是十分。